这个照片是怎么溜出来的？哼，这算不算是个意外的惊喜啊？再加上我们之前拿到的照片，势必会引起华腾置地的内乱呢。 走，这照片照的就是他们俩。没想到呀，他们两个是这样的关系。宋青说，为了华腾置地，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是他们两个啥？走了。喂，郑浩。 这个照片是怎么溜出来的？新闻根本压不下来，我们一撤热搜，马上就有了新的提名字出现。指向性十分明确，都是在针对盖格资本和华腾置地。从开办到现在，盖格资本的股票都已经跌停。哦，还有董事会那边电话已经打爆了，要求我们立刻解决，不然，明天董事会将采取硬性措施。 让盖格资本的公关配合华腾置地一起行动。另外，法务部立刻发声明，对恶意重伤以及有引导性的网友和评论发律师函。董事会那边，我来处理。好，别怕，事情一定会解决。我先出去一趟。 青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家教的小孩父母加班去了，让我再多留一会儿堂。我恐怕要晚一点再去找你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也在等以南哥呢，他被我爸的朋友带出来搜搜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晚点回来庆祝。我一会儿跟你说。好好好。 我有事找你。如果是照片的事，我不想听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那样。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那天晚上我也喝醉了，我连怎么进的你房间我都不知道。渐渐透进你回，短暂交替，刻骨铭心。什么能拆散我们紧握的手？